安特集，时间三点八分，夜里十月十四日。到咗阴年嗰阵时，到嗰阵都 feel 到好凉，但嗰阵就 feel 到好凉咧。我自己系好晒嘅人，但系依家唔同啦。如果六年前阴年嗰阵时同依家比较咧，我可以话个人系大咗好多，兼且咧嗰阵我晒到咧，我好容易 feel 到冻。不过嗰一冻咧，今年都唔好冻。啱啱咧凌晨2:09嘅時候，就佢話未來一至兩個鐘考慮講話三個強食物。你記得啲朝頭早6:40就發出咗8號東南季風暴嘅信號啦。咁係喺因為個風暴係最遠嗰陣時都係發嘅。咁呢個熱帶風暴斯爾山當陣係集結喺香港500公里嗰度，喺海南島嗰度啊。但係佢移動比較緩慢嘅，咁佢嗰個環頭比較廣闊啦。佢啲雨打影響我哋，基本上朝頭早起身咧都落緊雨，跟住又即係時大時細，但係風就冇乜嘅。但係去到下晝1:00嘅時即刻落緊大雨，嗰陣我出去買飯，就算喺我企入邊咧，啲雨都係撇入嚟嘅。咁我都打爆出去，追跑步又係踢拖鞋跑步，但係只拖鞋跑步咧跑到我只腳趾咧流咗血，抵制。基本上成條街咧得嗰幾條友仔，認真啲上公園都唔抵改。仲有咧。可以話每嗰日咧，我覺得6:00嗰個夜晚嘅時間會越嚟越長。我意思係話，通常咧夏天嗰陣時下晝6:00咪都仲有光埋嘅，但係過咗好耐咧 ，feel 到6:00點解越嚟越黑嘅喂？但係其實嗰陣時落緊雨，啱啱啊，嗰陣啊。都係邊落邊左啊！到過嗰個馬路咧，哇冇曬啦！幾乎咧，嗰個馬路淨得兩個人喺度，平時好旺嘅，而家冇人。六座元朗嗰個位，嗰十字口間燈壞咗，開頭跑完步，唔係跑咗第一次之後咧，啲燈唔著緊嘅嘛。但係第二次我經過嗰度咧，已經唔著燈嘅。Beta 咧可以話聽日最後一日，佢話 CST 嘅下晝3:00完結，理論上 CST 就北美嘅時間啦，北美嘅時間嘅3:00咧就係我哋北美嘅時我講先嗰啲，北美聽日10月10號嘅下晝3:00就係我哋10月11號嘅凌晨4:30。咁即係話咧，聽日都可以玩下，但係去到凌晨4:30，即刻手機啊，完咗啦。但係我唔知道會唔會有人 get 錯咗啊？係咪聽日香港時間3:00完咗啊？但係佢寫 CST 喎，你諗清楚 CST 嗰啲咩時間？就是、北美洲嘅時間。可以話嗰個小時計基本上。係香港嘅時間係快咗北美洲嘅時間嘅十秒鐘，成好似10幾個鐘頭，
十二三鐘頭喺度。啱玩，佢最尾個鋪咧，就發嗰啲崩咧就係、是，我掟下手榴彈過去炸啲人嘅，但係第一個都炸唔死喎，明明佢掟嘅掟啲人腳底都炸唔死喎，我只話射人哋嗰個身都又就唔死喎，都想只 game 嘅崩又幾個 beta 嘅崩又幾鬼死多，兼且咧就係手榴彈有幾基本上你玩嗰陣時咧。可能都會發現有些人是 cheater 喂，我頭未伸出來已經知道他在上面，我明顯 cheat， 但又看不到他的分表，只是看到他的名字出來，即那些天文台呢，剛剛不是他六點八是爆發號的，基本上不用上班爆，不用上班的嘛，爆嘛，我那時候在一條中午商場或天氣商場，嘩靜到不得了，沒有有些我覺得沒有人做生意，天性街市都不是我呀，天性商場都不是我呀。咁開頭呢朝頭早佢話會喺下晝初時就考慮嗰把三號口述，但係過咗個零鐘之後佢又話會喺黃昏前考慮嗰把三號口述，但係再過一個鐘頭之後，又再講考慮黃昏午夜至黃昏啦。唔好就考慮嗰把三號口述，跟住後屘去到夜晚六點幾嗰陣時，佢話會喺午夜時考慮嗰把三號強風信號，到底邊個時段呢？至四個時段，因為依一時下到初時，依個就是黃昏之前，依個就是黃昏前後，依個就是午夜之後，究竟是幾時咧？基本上依家咧，各位又係好多人調嗰啲人話咧，咁基本上兩日都係咁嘅，呢兩日都係過得一啲唔係好順遂。對我嚟講啊，第一日就係落緊大雨啦，但係又唔掛，但係前啲先掛黑雨黃雨。第二天就打風，最弱的風獅子山，香港也是今年第一個八號，不過打了這個之後還有另一個的，就是在菲律賓東邊的一個熱帶風暴月虧，其實我的名字都這麼搞笑的，現在獅子山都仍然都在可能不到那裡了，不過他見你都可能不到了，說在最遠譬如香港最遠的風都打八號，其實現在都在下雨的，幾乎沒有停過，又是一樣，我望到臭河那裡呢，整個地下都有那些樹葉樹枝，基本上可能這兩天都沒人清理，即是在下雨嘛，個水凼仲喺度，哇！踩落去咧，哇！踩咗十幾秒先完，變成咗個水凼。瞓覺四點幾啊，凌晨四點幾最夜瞓啊！